成熟漂亮的卵是5颗。我很少就是在这种联访听到我成熟漂亮的卵。就是今天医生跟我说要拍戏，所以我在比喻了。哎，对啊，所以会降低次数，做好保护这样。哇，其实你这样问我很欣慰，代表觉得我次数很多。由市井回归台吧，自豪成熟漂亮的软 Junia 为拍戏和林轩宇爱爱次数减少，天道剧情高潮迭起，新角色陆续加盟，人物关系竟然有点乱伦。38岁的许君君甚至要被大1岁的龙宇生叫声妈，就是我有点吓到。天哪，我们上一档是演姐弟，我们这一档立刻变成母子，我还是需要适应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这样讲我有点害怕。下一档可能就母子。妈，我还有更离谱的，我跟那个许真真有台啊，他是演我老婆，结果来这里之后呢，变我曾孙。这也是由市井回归4年，以短发新造型回归8点档，怎么看起来略微浮态一点呢？现在54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壮，就是在。接到这个角色的前大概4个小时，我才刚开始动完的疗程，才打第一针，打了下去之后就突然说要来演这个，所以我现在有点胖，本人胖了5公斤。我成熟漂亮的卵是5颗，应该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啦，所以也不太好取。我很少就是在这种联访听到我成熟漂亮的卵，就是今天医生跟我说。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在打排卵针这期间，我也是有在拍戏，加上我吃的又热量太低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。那有男朋友可以帮我拉一个吗？还在找，单身5、6年有了，有不错的可以介绍一下吗？都没有，可以找一个，我下次有不错我会跟他推。他的卵子很漂亮。Junia 今年2月才和台八结缘的未婚妻林轩宇在柏流浪漫求婚成功，那婚事进度准备的如何啦？今年可能没时间，我又刚进组，我也不知道我哪一天有时间去登记。登记不是很快吗？对。就我个人觉得，登记可能还是要有一些重要的人在场才会去做这件事情，还是要仪式感好。对对对，仪式感办好，人就比较好过。我们会聊到，然后聊到这个话题，聊稍微深入一点的时候，大家就停住了，因为很烧脑的事情。聊到话，你会觉得我们不要办好。我觉得凡是不管是婚礼还是求婚，都要谨慎的处理。你觉得他会有那个生殖的焦虑吗？他还挺隐形啊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要拍戏，所以我在比喻了。哎，对啊，就是，就是还在拍戏的过程。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。干嘛这样看？难不成要我说我们是那种没有婚前性行为的吗？怎么可能？什么都不可能。所以会降低次数，做好保护这样。哇！其实你这样问我很欣慰，代表觉得我次数很多。婚礼的基金都准备好了吗？婚礼要送基金吗？不是，基金没有。哎，当然有啦，这个当然是一定要准备好。可是请问要跟他一针可以？有年纪到了一个这个联访，不是聊大便就是聊卵，接下来就聊大便的形状。